鼻子，哦，这个啊，嗨，你跑那么远，不小心撞点小怪，这不是重要的。我现在跟你说重要的事啊，小王，今天晚上我胖了，找你帮大忙。要开一个大趴。怎么着？你别话了，你今天晚上跟我过去啊，放松放松。哎哎，坐坐坐，别闹。 哎，别，谢思，哎，谢思，哎呀，你觉得你整天都这么醉生梦死的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。你好歹也是学过画的，天分也不错，你真的就忍心这么把自己给荒废了，就不想画这东西出来？我没觉得我荒废了呀。 我的人生信条就是让自己尽量活得开心点，追求开心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师兄，你讲一个道理啊。你说每天这个大家都这个哎费劲巴拉的就成功了，成名了，为了什么？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人生在世啊，总得做点事情出来，要不然那不白活了吗？是吧？比如画画吧，我喜欢它，我画的时候我开心，大家看的时候大家也开心。 这不挺好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咱俩这个都不矛盾啊，就你这开心的点在这上，我开心的点就在那上。行了，那你既然不去的话，那你就继续搞你的创作啊，师兄，我崇拜你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这事儿，机会不容错过，你要不去，你就吃亏了。我找我有空去。哎。 够鲜艳的呀！是，咱俩彼此彼此，我这不跟你学习学习，走走红颜祸水的路线吗？我告诉你，看那三位了吗？都是我给你请的钻石王老五。哪个呀？那沙特阿拉伯那个？他旁边那仨。哦，全仰仗您了。 去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领结整理好了没有？调整一下，怎么样？看见了吗？哟，为了这 party 你够下血本的呀！香料不便宜吧？哎呦，唯品会上买的，限时抢购，折上折，要不然我哪买得起呢？我也老上那网站，怎么没赶上这好事？ 这你就跟我学习学习了吧，哼哼，他呀提前预售，我就已经盯上他了，然后提前下单，等到10点钟的时候，啪，这单一下就登这儿了，牛，那是，哎，我先进去了啊，里面一堆钻石等着我去下单呢，赶紧提前下单去，快去快去快去。 这是我两个最好的朋友小乔和英子，这是我男朋友裴格。淡定，你好，小乔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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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迪呀、啊，我可警告你们俩，我们将田先生的中文处理好，你们说的任何一句话，他基本都能听懂。那裴先生，你介不介意借用一下你最心爱的 Minnie Mouse？ 不介意，不介意。那你自己拿给你的啊，然后你可以到那边去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我一会儿过来。Make yourself at home。我觉得第一印象还不错，看起来还蛮绅士的。我觉得很可能今天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哎，说你，人家好不容易打扮机会，都把自己打扮漂亮点，没有人像你似的非把自己打扮成矮胖子，你怎么想的呀？
管着，我跟裴哥配就行了，你管着。我看裴哥上辈子肯定是一个公米老鼠。什么呀你？有那么高的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那些模特朋友们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安排什么样了？你跟我说。乔贺，乔贺。哎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超人，松开不赖。哎，怎么样？这超人的三角裤到你这儿怎么成平角了？是啊，太松，一下就毁了我这雄风了。你说这弄的，这那什么？你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。乔贺，我问你到底怎么想？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。那些模特也都是我的朋友，如果我把他们介绍给你的话，那我就是不讲江湖义气，助纣为虐。你我是那种人吗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啊，你这是影响超人来拯救人类。哎，拯救人类呢？泡妞来了吧你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为了表示抗议，我决定我提前退场。整留我待会儿是吧？那行那行，那你们忙你们的，那什么，我再去整留我的人类去了啊。那个我撤了啊，哎，你待会儿啊，走走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啊！哎，你这大脑袋呢？你老鼠脑袋呢？我刚搁那儿了，这不带着多有样啊！嘘。球正好缺一个人，要不要一起来玩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我没有带泳衣。没有关系呀，那就脱掉上衣和我们一起晒人造日光浴吧。他家这个晒起来真心舒服，如果你能晒成小麦肤色的话，一定会更帅的。而且我会亲自为你涂助晒油哦。对啊，我们都可以帮你涂的。就不用了，而且我还蛮怕晒。可以一起喝酒啊，要不我们一块玩划拳，你要是输了呢我亲你一口，要是我赢了把你亲我一口，行不行啊？各位美女，我待会还是要开车，就不能喝酒，谢谢你们的热情。但是我今天是陪我女朋友一起来的，不想她有什么误会，我是难过，请你们多多理解。要跟你玩游戏。哦，不错呀，居然还真的通过我们测试。我就跟你说了，你就让那俩女的误穿也没有用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哈。乔，您战术有问题吧？哎，你弄一帮美女，呼的一下扑上去了，万事都吓跑了。你不信，设想试试。他又不是写词，说的有道理。我觉得我得调整一下战术。随你调，随便。哎，你们慢慢啊，我自己战斗。还有句话迟着呢。乔姐，何先生。哎呀，真是非常感谢你，这个场地实在是太适合我们今天的发布。哪的话，我这个地方闲着也闲着，今天刚好派得上用场。不过乔姐，我们俩今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，一个吸血公主，我这是个吸血伯爵，绝配。冲着这个，咱们俩得好好喝一杯。哎，那个乔小姐，乔小姐，我代表主的名义跟你聊两句。不介意我们一起吧。先生贵姓？啊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齐先生。我是乔小姐一仰慕者。敢问齐先生是乔小姐多久了？哎呦，那可算不清楚。你看嘛，从小学开始就是小学同学，你说多少年？我给你算算啊。哎呦，算，少说也得二十几年吧。青梅竹马，二十多年都没追上，看齐先生胜算不大吧。我跟你说啊，
要不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说真相，他早是胜券在握了。哎，二位，我那边还有点客人，你们俩先聊一会儿。那个陈小姐，走路慢点啊，少喝点酒。齐先，要不咱们俩到那边喝一杯吧？干嘛到那边喝两杯啊？喝完了再到那边吧。请。Superman。什么吗？冒充一下我的女朋友。哎，不，您别误会啊。是这样的，就今天这个局啊，我是特别不愿意参加。为什么呢？有特别多的女孩想方设法的来找我搭讪。你说，我不跟他们说话吧，显得我不尊重人。但是我要跟他们说话的话，那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这鼻子，我这鼻子就是前两天我善良跟一女孩说话，结果她男朋友就给误会，误会了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，就造成了这种惨剧。哎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是不是？我是好心，好心，我为了他们这女孩，乔姐。杰斯，你刚刚不说要走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有事就赶紧走，忙去，忙你的去啊！哎，这位女士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啊？哎，美女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就是这种人想方设法的来接近我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位女士啊，你别以为你现在打扮成这种哥兔女王，你就可以勾引超人，请你跟我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。小姐，小姐，快来！哎，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谢思，这位是烟儿，是大猫的好朋友，我请来的客人。你要是敢跟人家啊瞎闹调戏小姑娘，我告诉你，回来我就收拾你。哎，不是什么好人啊，注意点。知道。乔姐，来了，燕儿。甜美的名字呀！麦克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哎，最近刚从美国回来。哦，刚签完一单呢。我跟你说，你上次给我推荐那个股票，我赚了1亿，是吧？华，我得请你吃饭。华尔街之狼是吧？啊，都行，都还可以。最近呢怎么样？你呢 ，Jerry？ 还行还行，都挺好。美国好玩吗？还可以，捂着嘴。像华尔街边冒，就像华尔街。嗨。啊，嗨。可以坐吗？Of course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现在欧洲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。
非洲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特别是南非的开普敦。不要说好望角，单是桌山就让人叹为观止了。比如说山上铺满云彩，云彩从山顶上慢慢往下滑的时候，别提有多美了。哇，非洲，听起来就好恐怖啊！是不是有蛇呀、蜥蜴呀、狼啊？哎呀，要是我去的话，肯定会被吓哭的。动物是不少，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了。如果你们想看动物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去看野生的动物园，开车去看一下，你可以看到野生的大象、狮子、骡马，就跟那个国内动物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有幸可以看到成群的山羊，哇塞，那真的壮观，真的值得一看。说到动物呀，其实澳洲的萤火虫洞才是真的壮观。来，你们想象一下，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山壁的岩洞里一亮一灭，闪烁个不停，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整面的星空悬挂在山崖上。我有幸在凯恩斯看过一次，这种景观必须得去实地亲眼看，用照片根本就拍不出来那种效果。太浪漫了，可惜我一个女孩子都没人陪我一起去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南美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山，实在太震撼人心了，能够亲自看一眼真是不枉此生。还有伊瓜苏穿越魔鬼猴，这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冒险，可惜就没录下来。太危险了，要是我去肯定还会哭的哭的。哎 Tom Jerry 大王先等你们呢， Michael 快来。 Come on， 好嘞，走走走。嗨美女，一起喝一杯吧。接下来美女的任务很简单，只要能够加到裴哥的微信就算完成任务。而且这次我为了不让你家裴公子起疑心，特地找了一个帅哥陪着咱们美女。哎，加一微信能说明什么？哎，我问你，大街上来个人主动要加你微信，你会加吗？不会。对啊，所以如果他不想继续跟他交往的话，就肯定不会加他微信。我估计你会很失望的。是吗？来，请。哪呢？来了。我等了很久。没关系。第一个出场的是魅力值四星的低调有料型。啊，头盘的跟个道士似的，你可真会找啊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可不可以加你微信啊？微信？为什么？我可以吗？好。道士的微信裴哥加了。这裴公子确实品味不一般啊。哎，等，回来回来，别激动，一个不能说明问题，咱们继续观察。知道齐先生在哪包旧吧？知道那个盛达贸易公司吗？我是那儿总经理。盛达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是盛氏集团的下属公司。早知道今天应该把你们胡董事长一起请来，老胡一向要跟我们出去搅和，不过我嫌他太巴结，不大爱搭理他。不过今天得破个例，让他来好提携齐先。像你们这种不痛不痒的子公司，我想几年也想不起来一次吧。别，用不着提携就不用。我才多大呀、啊，
这么年轻能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对吧？毕竟我也没背景，也没后台，全凭自己的真学实才。不像好多什么富二代，那多爽，想干什么跟家老头一说就齐活了，自己有那本事无所谓。是，富二代师傅败家里。不过齐先可能不大了解我们家的作为。我在国外拿的是博士学位，做了两年的助教，回到了我们的企业，也是从最基层的开始做起，才有今天这个位置。敢问齐先是哪家学校毕业的？也是长春藤系列的吗？这根本就不重要啊！我刚才就是随便这么说，何先生千万别对号入座啊。那个今儿不是那个何先生办的酒会吗？咱就说这酒。来，我看证据。喝酒吧，这一瓶是我去年在拍卖会上花了60000美金买，我想齐先很难得有机会喝到这么好的红酒。那倒不必了，多谢何先生美意。但我认为，一个爷们儿，有好酒不如有好酒量。不知道何先生酒量如何？您要真是喝几杯就倒，那干脆换6个酒。你家后面有没有烈点？这么说来，齐先酒量不错了。OK。好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拜拜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上去看一下。好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哎呀！啊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谢谢您。不客气，小心点。你人真好。哎，帅哥，等一下。嗯。你说这么多人让我遇见你，留个电话好吗？不方便的话，微信也可以。真的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因为是你救了我，要不然我会摔下去的，可以吗？行行。那扫一下。OK。又加了，看来这胡子是来整剧的节奏。好了。有吗？谢谢。真的，我还是有点害怕现在。不客气，小心点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别着急，咱们还有第三步，还有希望。还有啊，你别闹了就。这是我从苏格兰带回来最烈的，咱们从两头开始喝，谁先喝到中间那一杯，谁就获胜。看我们俩谁快，很准。小车。诗词歌赋呀，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我这个造型是显得是我力量型的，我生活中就是一个力量型的人啊，特别的跑啊。但是，我这个造型你没看着吧？我这个，就我，你看我这辫子，
我告诉你，其实我在艺术方面也是有很高的造诣，知道吗？要不这样，咱们俩探讨一下，互相交流一下，啊，交换一下意见，你看怎么样？确实在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，是吧？你看我这诗都念出来了啊。那个，我觉得呀，你不能说光自己在这学习，我们俩可以互相交流一下。也许在今后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会有更高的一个进步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光自己这样的啊！你看我费了这么半天劲，你我看的是《金牌营销员的培训手册》。原来是商界女强人呐！哟，真没看出来。这个，你看您这个打扮的这个，啊，这小精灵的这种造型这么柔弱，原来是商界的女强人。哎，那个，哎，那雅，你看你这个不是，你看你这么刻苦，这么认真，我觉得你在公司怎么着，不是一个经理，也是个主管类型的职位吧？啊，我已经快失业了，所以我想抓紧时间在这里多学习一会儿。拜托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待会儿？不客气。扫了。
你现在就要走吗？嗯，不好意思，公司有一点着急的事情。你先进去继续玩吧。你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嗯，还好，因为你不在我身边，然后我跟你的朋友们不熟，所以我才一直去找你。嗯，那你一个朋友都没交到？一个都没有。那你出去开车吧。好，外面冷，你赶快进去吧，我晚点给你打个电话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看你们满意了吧？如愿以偿了吧？哎呀，他那是出于礼貌。你说好几个美女问他加微信，那不给那是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吧，男人就是不能不懂得拒绝，不懂得拒绝男人是一种隐患。哎呀，那也得看是什么情况。像今天这种情况，他不给就是不行。萌儿，你也别太悲观了。像这种事儿早发现早好，不然将来陷得太深的话，更受伤。妈，你现在是有多爱他呀？你们是到底有多不想让我跟他好啊？这，哎呀，你看，都赖你吧，出那些馊主意。我这不是都为了大猫好吗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，咱们做姐们的还不得替他把把关啊？嗯。不过那个姓裴的，他刚才是不是把那谁的微信给留了？嗯。赶紧进去看看大猫吧，走。你别跟着我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听刚才那女的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我呀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善良无害的人。你看看现在这社会啊，我不就长得好看点吗？至于换来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非议？其实，你跟小乔姐早就认识，对吧？哎呀，认识怎么了？你看，认识也不能代表他了解我了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你说我这人也不可能把最优秀的一面展示给他，不是？但是我要对于你的话，我就毫无保留。我要等车了，回去吧。姑娘，你看你真的这点回家呀？我跟你说，现在那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。我知道，只要你一个好姑娘，肯定不会对夜店呀、酒吧什么感兴趣。我们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！我先去买两张飞机票，然后我们去一个春暖花开的地方，然后你在大海面前看看书，我在太阳下看看你。啊，后天我们就回来了，保证不耽误你的工作，看怎么样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我跟你说，这还真不是我自个儿的原创。前两天有一姑娘，她突然见着我就跟我提这要求，当时我也跟你一样的反应，我说你丫疯了吧？但是现在我见着了你，我觉得。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，只有你才想要我去这么做，而且才有你对得起这份浪漫。谢谢啊，不过一点兴趣都没有跟你一起浪漫，你这样只会吓到我，真的。啊，你手冷是吧？来，不用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是，可能是我这种过分真诚才让你害怕。那还是按原计划进行，我安全的把你送到家门口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家里还远着呢。啊！再说我男朋友在家，要是被他误会了，就不好了。男朋友啊？哎，你这男朋友靠谱吗？你说这，你说这大半夜的也不过来把你接回家？哎，你们还没结婚呢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应该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万一要是我比他更适合你呢，就错过了多可惜呀，是吧？我跟他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，结婚也是早晚的事，所以我不会接受别人的。如果你不想给我找麻烦，就别再跟着我了。要是被他看见，我们真的会吵架。
你也不想看到我伤心难过吧？那这样，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，加个微信就行。我们在朋友圈点个赞呀，或是评论一下，显得人气高不是？来，你那个……不用不用，没有必要。我不跟除了工作之外的异性有任何联系。好啊，不好意思。不跟异性联系？哎呦喂，你谈个恋爱就不能跟异性联系了？这都什么理论呢？是不是你男朋友跟你说的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真是的话，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。这个不叫爱，这叫变态的占有欲，你知道吗？车来了，再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再盯着我了。这俩人怎么办呀？要不然，咱把齐江抬出去，看看能不能抬着车。吐成这样，怎么能动换啊？还有那个呢？那也没事儿，这是他自个儿家，睡下了。呀，敌人呐，我的敌人！哎，怎么我刚来，这两个人就挂了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这不是在墙面前逞能的吗？全倒下了。那个 pick 呢？ pick 在哪里？逢敌必亮剑，出来我向你单挑。pick。啊，人家有事先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哥们现在如今已经气场强大到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地步了吗？哎，考验的怎么样了？那个 pick 露出他险恶的嘴脸了吧？嗯。也是够拼的，又不是我让他喝成这样的，谁让他逞能？再说了，该给他教训了，以后他就不敢这么做。你呀你呀你呀，哼，也是够狠的。哼，那何以呀，更惨。你说说，又给你提供场地，又给你忙前忙后，又这个那个的，现在怎么样？喝多了还不是一个人在那躺着？是啊，何公子那边我还真是有点过意不去。哎，啊，你要不给他打一电话，看看他醒没醒，问他怎么样？嗯，好，给打个电话。是不是刚才忘在何以家了？好像。那你赶快去取去啊，顺便看看那何公子，别到时候他自己在家出点什么事儿。你去吧。那我先去了啊，你好好照顾他。放心，走了。在这儿了，那你慢点，你慢点，麻烦你帮我开下门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。